我是 Lucy， 我现在在菲律宾的马尼拉。那我来这边至少有几十次了吧，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拍影片。那我这次来这边呢，就是要介绍给大家这边有什么好玩的、好吃的、好看，敬请期待喽 ！Let's go！ 这是我们第一间住的饭店，叫 City of Dreams。那免不了他们这边的饭店都有 casino， 但是里面呢是不能拍摄的，只能在外面给大家看。好，我现在来到我最喜欢的海鲜餐厅，这里叫做 Seafood Restaurant， 这边有很多的海鲜餐厅。那等一下带大家来看，这里要怎么选海鲜，要怎么点菜。OK， 这边呢，整排都是满满的海鲜。然后呢，我们右手边这边全部都是餐厅，可以自己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海鲜，然后打包完之后呢，到你的餐厅里面请师傅来烹调。我们平常去的餐厅。就是这间的呢，叫做桂圆。我们平常都是来这一家吃。Let's go。人会比较多，所以我们选在下午的时间来吃，比较不会人挤人。这是他们的菜单，拿你的海鲜进来之后，它的菜单上面都会有很多料理方式，里面有不错螃蟹，有清蒸、清蒸蒜泥、炒香辣酱，这边都有中文，所以如果看不懂英文的朋友可以看中文，非常的方便哦。菲律宾啊，这个芒果汁是一定要介绍的。这里的芒果汁跟台湾的不一样，这边的芒果汁非常的浓，来菲律宾一定要喝。我来这边的每一天每一餐都一定会喝到一杯的芒果汁。人群蛮复杂，建议有男生或者是成群结队来比较安全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呢，就是要回饭店。我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 City of Dreams 里面的赌场，每晚都会有表演。那赌场里面是不能拍摄，但是最可以看表演是可以拍摄。OK，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请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我是 Lucy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天哪，这外面是？浴室在这里吗？没有。然后那里是大海。哦。舒服哦，天哪。